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有很多的浴室啊，像图片上面这种设计啊，在美国叫做 Jack and Jill 啊，像这种浴室的设计啊，在风水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它会影响啊住在啊房间里面的人的身体健康和运势，因为啊厕所比较脏啊，除了门对门已经造成了口舌是非之外，气流也从啊一扇门到另外一扇门，造成了所谓的回风煞。造成气流不稳定，会影响两间卧室人们的健康。好风水啊，我们一定要要求空气流动要稳定，而且床直接面对门，会导致很多健康上面的问题啊。最好解决的方案就是封闭一扇门只由另外一扇门进出或者是添加门帘来阻止空气从一个房间流到另外一个房间，同时在门上加个开光的五帝钱。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大多数盖房子的人因为空间的关系设计上面常常有这种形式，所以当你选择房子的时候就要注意咯。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学习更多的风水知识，可以上我的网站 www.fdfengshuiconsultant.com 好，以了解有关风水知识的更多信息。谢谢观长我们下次见，拜拜。